就不动心。他好贴心，他很好。你看好吃的橘子哦，你看，他看到橘子了。Hello， 你看，啊，你看他吃了，非常显眼吧？对不对？哎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对，咱这 VIP 位置，进来啊，好不好？你进去好不好？嗯，快，你跟过来，快，你。已经放在旁边，他咬去门边。回去啦。哇，都不吃了。放风时间到了，早上跑步。坐在这里的。坐在这里是中午的。哇！大个大点。大个大点。哦，这太阳哪来的？现在就是瞎晃这样子，哦，有没有像瞎晃？刚刚，演员起来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点累了，走得好慢，他走很慢哈，我好像没看过演员走路走这么慢，有没有？我本来想要问你说，哎，你有看过他走路吗？没有哎，我刚刚觉得好慢哦。对，我刚刚觉得。Okay.
看哦，完蛋，又跑掉了，快看，有没有看到？掉下来了，看。好几次。没有啊，他没有跑掉。他来了，嗯。你看，他吃东西，他在敲门。啊，就最后面那个人啊，最后面那个白白的，你看过没？天天白白的，看到吗？他去吃东西了。看到了。大概是等东西吃吧。走吧，算了，我们等一下吧。你帮我拿一下。看到我三包猫屎。一个零包。不要这样子。不要了，太早。来，看，哎，它不见了，看到了吗？你要爬起来，你要哎呦！